仔细看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个男人名叫小灿，在我爷爷年轻时曾拿过世界冠军，但现在却被自己的本命角单杀，还一脸无所谓，丢脸。生日快乐，可以说生日快乐吗？感谢你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CS4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抖内，即使我在上厕所，我的耳朵听到了一点熟悉的声音，我把你抖内忘记了，皮，你这个死黑，我爱钱是，不是这样的，咱们出社会的男人有担当。有家庭，有小孩要养，并没有，小孩没出生，但有以后可能会有，应该是你的错觉吧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不爱钱，真的。除此之外，实际上我不爱钱，也是臭骗子。家庭跟小孩在哪？我不知道，以后会有，为了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啊，要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怎么办？在兜内皮，我觉得我被坑了，但没差了，我大概。等着点一，妈，这么没有梦想的狗头人要玩 AP 的，这么没有梦想的 AP 狗头，在我们出完狂怒九头蛇以后，你的 AP 狗头就下去了。为了打线，居然当 AP 狗头人，没事啊，他的成数会很可怜，他会有一个 very very pathetic 的成数。我没有什么想试的了，只想多看主播一点，看主播玩什么出什么我就照做，然后等着我朋友说你他妈又学史丹利什么东西。你玩夜学出狂怒九头蛇，他会说什么吗？你的朋友说会说什么吗？他如果说什么呢，叫你朋友出来跟我讲，叫你朋友出来跟我讲。推荐的就是要给别人吸奶啊，吸奶神交狗头，走开，有病，不跟我们打，信也拉不带回来，有点麻烦。秋啥？不能让我拿个头吗？我们前面都被吸奶了，刚才拿这么多优势会刷下去哦。这样子狗头会肥哦，他后期要自己处理这个会肥的狗头了。直接爆锤一顿。哇，你好烂啊！夜曲怎么可能打出这个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对了，开大破皮！我问你是谁？人多狗悲。九头蛇版本，每个人人走一个，就差赛道车没出了。赛道车出搞不好也很强。别玩啊，别送头啊，哭啊！真的是哭啊，塔罗，我就飞过来了。刚刚这边头让给你，我被跟坑你不帮啊，你过来我 A 帮的，于是就帮我送头。真的，你别玩了吧，你也别玩了吧。直接挂机 go down 吧，这种打也太烂了。不帮我就挂机，不帮我就跟他单挑。
关哦。哇，这种狗驼就只会原地跟人家单挑而已，你就来助他就对了，跟死丹尼没有两样啊！你就不知道就原地跟他单挑啊，一直死就，那根本就死给人家看啊！魔豆是哪个时装？看见面直接开大鬼步哎，好丑！我不管了，没人要处理他，我等下就我就去带别路了，我不守他了。才400层都这么痛，那平常我的狗头就更痛不是吗？我这时候都会有600层，对面太多这种站路的角色了。夜曲毕竟不是最能打的那种，要是我是欧拉夫就可以干飞他们了，可惜我不是。这样你要喂？放过你，放过自己。放打，谢啦，谢啦，阿里阿多，谢啦，哎，谢啦，耶，好背。快乐就是这么的朴实又无华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快乐。打打打！包围了，包围。回家找狗头人吧，狗头人不知道 BD 爽没，他要把我们家拆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开大我马上走了，这个人超好说话，不是开大我就走。狗头人，你是不是笑太久了？来 ，Challenge accept。Challenge accept。不是啊，这波怎么这么贼啊 ？Challenge accept。笑死！笑死！狗头人，在狗王面前玩狗头人，笑死！队友病啥？他会说我很强的意思。他那个问号是 unbelievable 的意思。这装备就是要出假特修啊，直接防装起飞，这有开装啊，开的，切，哎，那个啦，沙小，那个啦，沙小啦 ，VPN 又在搞了，这死黑是不是啊？刚刚搞过一次的 VPN 又在搞了。但 VPN 又在搞我，刚刚一打我，真的，这一场唯一撞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的时候，简直莫名其妙。这种几十万分之几的几率也会让我遇到，真的莫名其妙。这么好用的 VPN 是哪一款啊？绝对不是 Surfshark， 用 Surfshark 就没这个问题了。那干嘛不用？不是啊，那个 Surfshark 不是玩游戏专用的 VPN 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样。也许设定可以，我不知道怎么样直播不用 VPN， 然后游戏用 VPN 啊。准备一堆壮汉。如果还要等一下的话，我把狂怒九头蛇换成这个雾川装，直接把魔豆砍死。我直接砍死魔豆 ，I'm telling you， 绝对直接砍死他。哎，聚一下啦，要不要玩了？聚一下啦。感觉很轻松会赢的局，拿到差点输，有意思吗？看一下伤害，看有没有人在搓。又逃了一把，你可以想想我前期遇到什么事情吗？我遇到什么事情吗？没人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。史丹利，皮，
这主播死黑，所以呢，有徐丹妮，他还是一样废啊。有徐丹妮会用下半身来思考啊，没事了，明白了，啾咪。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有徐丹妮是个白痴啊。有徐丹妮，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，这么莫名其妙，我跟你讲。